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哈。昨天一个粉丝哈，让我帮他买一只预算2000到3000之间的恶霸犬，咱联系到了哈，正好他家有，咱进去看看去啊。哎呦，咱一刚进来哈，都看到一个，哎呦，恶霸犬，我去，这它尾巴断了，一翻就样，我去，哎呦，过来大熊，这大熊哈，哎呦，大熊。就看他家幼犬去，在那边了吧？走，来看一下哈，咱今天就从这里面开始挑选一条哈，一会给那个粉丝大哥开视频挑选哈，咱来看看他其他狗狗去。哎呦，大熊，你别在我脚下了，看看这边。来看一下啊，哎呦，这边的恶霸哈，这个恶霸犬舍才刚建有一年吧，没有吧？有一年了，看看，他家的恶霸都出口国外去。你看，这个体型各方面啊，价格也高。看看，咱简单这样看看吧。这都几个月了？都几个？5个月哈。看看，这样也看不出来那个效果，对吧？这样也看不出来效果，都在这个笼子里面。你看，还有这个，还有点皮肤病了，跟沙皮一样，嘴巴都特别短啊，头大，嘴巴短，也没有多少狗，笼子怪多，可能这里面还有。咱今天就简单看看吧，这些大部分都是母狗哈，是用来繁殖用的哈。咱先看看小狗去吧，来看一下吧，这里面有价格高的，刚才老板简单说了一下，有上万的，也有这种便宜的。咱的底气也不足，今天就拿个便宜的啊，捡个漏吧，属于在这个犬舍里面是捡个漏。想必大家应该也知道哪个能捡到漏啊。你看看这些图吧，你看哪个能捡到漏？这四条，你看嘴巴特别短，头大，体型好，就那条最活跃的这条，咱是2000多能拿下啊。我一会给大哥开个视频，让他确认一下，你把这个拿出来，让它跑吧。你这几条都是啥家的？这几条真好看。哪个？这几丈量？丈量，这个稍微便宜点，这个得6000-7000块钱。啊，6000-7000块钱啊，这是公的母的？公的。然后像这样，这三个得20000块钱。这三个？嗯。两个丁香色的，一咖啡色。不是那个丁香，不是这个丁香，就那两个。这个也是万块钱。对，这也万。你报一下，我看，他还能值18000块钱喽。嘴巴短，哎呦，你从侧面一看，确实好。长大了之后都属于那种吧？河马体，河马体的。再给你看看这个是3万。这3万？对，这不是18000块钱了，这是3个万吧？这个咋为啥那么贵的？为啥那么贵的？就一个颜色呗，是挺相似。一颜色，我跟你讲啊。这个看段的老铁，你咱简单介绍一下。对呀、啊。为什么说恶霸有几千块钱的，有几万块钱的？是。他看的东西很多。第一，首先看头牌，头牌，你看这个，就是说。咋了？我这个咋了？我这个大哥相中的咋了？抱起来。你看这种头牌呢，首先开白了。啊，对，开白是首先。开白会贬值。对吧？但是它不影响这些老铁养。它反正是那自己家全是生的小狗。哎，对，是的，这个东西都是自己家全是生的。但是呢，它是因为它基因问题，因为恶霸这个犬种呢，它年轻，基因不稳定。为什么说一窝狗好的闹的犬种很大原因就在于这，基因不稳定，好狗很难出。为啥说这条狗值钱贵？你首先看一点屁股，比这些狗是不是都大？是是是，那哎，还有你说这个是6000-7000的呗，是吧？这是6000-7000。这个呢？这个就10000块钱。这都10000块钱的，俺那也10000块钱呗，是吧？对。哟，那么贵家伙还能少吧？没大奖，我在外的狗基本上没大奖。行行行，就这个体型，你看长大了是这样的。哎呦，给你那个刚才那个叫啥来？一样的不体型吗？那个公狗，差不多的体型。哦。行行，咱话不多说了，咱今天就帮那个粉丝大哥拿走这一条，2600了。来来来，我把它拿走吧。这些都是6000-7000、上万，有喜欢的老铁啊，来关注一下啊。咱现在就得给那个大哥，确认一下啊。
咱最终哈、是以2600的价格把这只小公哈三个多月的脸上开白的这条啊给成功拿下了哈。他家还有好多小狗狗哈，咱现在就把狗狗的给带走，咱去给大哥去发货去啊。这条狗不错啊，走。